法真理、人類信仰、信仰と他信仰の法、他信仰の人の法不能、人の法不能、金色金色、金金金色、你好吗？我很好，你呢？我也很好，金福章。谢谢，这是什么章？这是日文章，真好喝。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我的电话号码是3814-3590，请再说一遍。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我的生日是7月24号。他是谁的？他是我朋友。他是哪国人？他是法国人。他也学习汉语吗？不，他不学习汉语，他学习日语。你家在哪？我家在旁边。我你家在？你家有几口人？我家有五口人。我有谁爸爸妈妈、娘妈、姐姐和我。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我弟弟妹妹、先生太太、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你就让我去心思，你去心思买东西，你去心思做什么，我去心思买东西。你买什么，我买衣服；你挤什么，我挤面，我挤脚粉；你喝啤酒吗？我喝啤酒。我不喝。你喜欢看电影吗？我不太喜欢。我的爱好是打保龄球。我也喜欢打保龄球，太好了，我们一起去吧。你做什么工作？我是公司职员。你在哪学习汉语？我在学一中学院学习汉语。你的汉语真好，哪里哪里。你看，这是我的朋友，他是哪的人？他是北京的，他很年轻，是不是大学生？对，他是大学生，他的专业是历史吧？不是历史，是第三季。你们讲讲东西吗？对，我们讲讲东西。金线路，我姓阿布，叫阿布尤美，我今年18岁。是昆山大学的学校，我的专业是英语，我的爱好是听音乐，我喜欢听流行歌曲，每天去卡拉 OK 听唱歌。我每星期二在大学学习汉语，一个星期都关照。我的一天，我每天早上6点起床，7点半出门，我们公司7点上班，我下午一个人就到公司。中午我和同事去外面吃饭，下午5点半下班。要是常常加班，我把店回家，9点7分吃完饭，然后12点都要睡觉。明天你有空吗？明天公司放假，你有事我们去迪士尼乐园玩好吗？太好了，我们怎么去？看家具怎么样？好，我们在哪儿今年见面？在东京站见面。好，1点早上8点服务吗？行，你早上8点东京站。不见不散，不见不散。有你我能力。明天有没有空？我必须告诉你一点事情。没有事，有你也，有你也能力。一起去迪士尼乐园。这是谁的照相机？是我的。你的照相机多少六斤？多少斤？一碗绿鱼，拼命的变，拼命的变。你的比我的漂亮，是你好吗？然后非常方便。明天我去迪士尼乐园接我，借我用一下好吗？好，别忘了我们的礼物，恰是梨花的，去晚上第66斤，现在他把他的吊上去一打，朋友的便宜2碗3元，2碗6元，2元6元。明天有美酒的是你女人，他对梨花说，别忘用一下好吗？梨花说，好，别忘了我们的礼物。好久不见了，最近怎么样？还可以，你呢？
我最近很想讲讲，要不然每天都去学学习嘛，学校每天都去，每天每星期三星期五学习汉语，是吗？我在那学习汉语，我在丽江学语学习汉语，你看汉语很困难，有点难，例如也很难，但是很有意思。我喜欢是移民在贸贸易公司工作，我现在很忙，每天就也上班，不也下班，常常加班。我每星期三、星期五去丽江学语学习汉语。我要一个中文朋友，他叫李发如，想给他说汉语，我要让他开始慢慢发音练习，慢慢进行学习，学习就有重点，开始一起发。我喜欢跟家里人去外面吃饭。你们学校有多少学生？有600个学生，那么多。我是学习汉语的学生，对我们学校还有中国的学生，我们常跟他说汉语，常说有时候他们的语言，我们学过日语，他们说的汉语很多人一旦懂一个，没有汉语的字典也没有，下面字典很划算的，感谢学员的。这是小林的学校，他们学校有很多教室，每个教室有20张桌子，不含携带椅子，还有一个一道录像机，有一道练习机。他们班有20个学生，不需要有一学生爸爸。男学生他们星期三、星期五会，他们学校还有一个图书室，图书室有语文区，也有政治区，还有很多中文书，在日和路上大区小林城区图书室借书。你有些学在哪方？在方间学区区附近周围一个什么标志？学校六点去立春如何会往这边去后里面？我看看朋友的宿舍也在后里面。是不是后里边对你们他们知道后里边的住宅？我们学校很有点后面在星期六我去朋友家过，有时间兄弟来我们学校看看，还有一天去听说后面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是啊，有一个很有名的后面的名字，有时候去卖的哪里去？我们学校离旁边小学校不太远，学校附近还有几个地铁站，交通很方便。学校附近气候的人，那里有很多中国留学生，一直有好多人在学习。六点了，我们又将最后一个小组学校做过去，后面的后里面对面有一个。因为小林镇大学长就在学校附近，我经常跟朋友一起去看班，篮球比赛。我有两张电影票，我们一起去看一次那大红袍。我去那边夜里穿西装，我夜里去香港。香港的前辈，我也会记得。如果我东西说那是一部喜剧片，那我一定去看看。小林镇大学看电影，从前刚才是我的爱好，只因为看了什么爱好，我问我想我想说的，星期六我想去，我想和朋友一起去滑雪。你的爱好真多啊！我现在还学习学钢琴，还有学习汉语。小林的爱好很多，
学的时候都是一样对的，和朋友也一起决定可以根本可以见面，但我很惊艳，上午我要去新西兰的同学参观校友的对于听说是带有一个新的音乐也相应新的区别地点和设备那就去了不一定的好一边在期待着中国建立新建成了现在是下星期就星期六天下星期六天在期待着中国不见不散不见不散才会有的这个内容的他们的中国留学生也和我一起去看因为学校香港便是一个一般的地方但是现在是过去一个生星期六上午有去新西兰分析但是所以我们期待有一个新的一年但我觉得是期待但是以后下星期六上午一点再期待中国建立今天的饭店真多吗这块真好一定很喜欢是吗一直用这个电影的但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这个电影必须精彩不到哪里如果电影里面很精彩那就觉是相反的感情一直觉得也是相反的因为我们不太喜欢不太喜欢北京人也是有命的电影那个儿子没有人的也很喜欢他们真的不行电影里的幻影幻影运动不到你他们说的很棒我不但很棒最近中国电影很受欢迎下雨天去看的人非常多因为我不一定过去的我下载都有不错看得很清楚我们看的电影是在上海看的这几天那你觉得多数是都是中国人中国的人是他们常常去外国工作我觉得那个行业很有意思很有人的又很伤感故事里话说故事情节都带来了电影里的一个让你说的一话我不太感觉的这个菜怎么样好吃呢还行不过我做的菜原好去太行太等做菜做的很好很好下次你那我就要尝尝他做菜做的菜太好了他说中午在做的怎么还可以你在这儿做饭不这样做你这样我提问尝尝菜当然可以听说你太太也喜欢但也不一定说还好当然他刚开始学做的不大但是很喜欢说是很喜欢你就要多说多跟我们老师这样说小李你爱人叫安子他也说喜欢你现在他是我的朋友不大好说又这个小林教授还有他们常常用韩语工作觉得很有意思杨子做菜做得很好烧得很好白天过几天就下星期天我要来他们家杨子上给他们做一点菜杨子不知道我喜欢吃什么跟小林怎么办小林告诉他没花自己喜欢吃饺子或炒面的孩子们也很喜欢大人决定下星期天一起包饺子你好你好你有没有什么有空心菜吗我们这的菜又新鲜又便宜卖一半空心菜一个空心菜
上班日夜，如果记得日夜，或许不久前一知一就一知一千日元，我那一句能便宜很多，估计是事先怎么好，我不要不要回去，不管多少钱，一分一千，不管日元，我就是一万日元，咱们四千，一万日元，谢谢谢谢，欢迎你再来，你到我们的美女叫平方，她在北京工作，是外资企业的，做很久了，今天她要参加老板从日本来的贵人，她身边日本贵人做工作了，笑脸工具，我们是转来在现在人民中当当去看看中国人怎么买菜，到底你要不要怎么卖，已经习惯价钱多少钱，三斤三十块，香一斤二十块，我也价钱再买一斤香我给你聊了四十块，怎么样，我再给你聊了，好，谢谢，看，谢谢你。